万万没想到，原来音乐声搞起事儿来才是最要命的呀。这不，广东岭南师范学院的合唱团本来还在正常演唱，可下一秒学弟学妹们却画风突变。原来这是他们和老师偷偷改了歌曲，用来送别即将毕业的学哥学姐。网友看了更是纷纷感慨，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么几个瞬间吗？不过要说，如果你敢当着音乐同学的面求婚，那场面还真就是一发不可控制。而当天气太热，前有体育生勇士，风扇八人房，白骨校园何处可乘凉，我说心静自然凉，你有病。后有音乐生寝室高歌，要热死了，我要热死了，迈开开口叫我现在都要死了。估计连寿星都没想到，当他隔壁坐了一桌的声乐博士，只是唱个生日歌，火锅店就秒变维也纳金色大厅。大家想听什么曲子？还有这悄悄实现小朋友愿望的乐团，当孤勇者响起的那一刻，不光是孩子，大人也无不为之感动，因为每个大声说出来的愿望都应该被实现。